沙凡士 Diamond Heights 有一個睡房、可負擔公寓同一間開放式嘅公寓重新放售。留言報導。一房单位位于 Oral Way 45号，有一睡房同一浴室，面积系684平方尺，售价为495000元 ，HOA 管理费为每月621元。开放式公寓位于 Oral Way 95号，面积有409平方尺，售价为278304元 ，HOA 管理费为每月545元。两单位分别附带一个停车位。申请人收入限制方面，一人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103450元，两人家庭不得超过118200元。一房单位申请截止日期为9月19号下昼5点，开放式单位申请截止日期为9月20号下昼5点。详情可以登录本台网站 ktsf.com， 在找屋住专栏下面点击这一则报道查询。26台记者刘莹报道。而家喺美加各地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湾区 KTSF 26台嘅精彩节目。三藩市湾区嘅观众可以透过 KTSF App 或电视收睇，其他地方嘅观众可以透过 SBTV App 或上网 sbtv.ktsf.com 收睇。